果他没有炸弹的话，我们还蛮有可能可以打的。准备在这一副应该蛮重要的。可现在战士其实有很多解武器啦，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要归一下，假装没有武器，因为反正他们大爷猜不出来我是鬼灵丸剑贼。炸弹吗 ？OK。我就是正义。那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看他炸弹，炸弹就难打了。可是炸弹应该不会有解武器。看没有用的东西。我就是正义。用不了。不死不对着，我就是正义。其实应该可以敲，下人应该会打这张。守住大门。哎，这样也行。绿皮哦。我就是正义。希望他没有解武器，希望他没有解武器。我就是正义。好像炸弹超吸的。打上满武器不能打，可是上满武器可以留着触发夙愿跟成体驱张物伤人啊。树根抓地，我就是正义。盾龙啊，好。啊！难道这样子还是打不赢吗？蛮有可能这样子还是打不赢的。OK， 这个我喜欢。冲击波，哇！等一下，这树人是那个，是德鲁伊牌。啊，我应该先连接的。OK， 对，我没有带疾跑，可能应该带疾跑啦。注意，太注意！就是正义。谁需要什么疾跑啊？哇，这滋补很好哎、欸，因为这个滋补会让我下一个格雷曼恩也会打滋补。他只要没有解武器，我们基本上这一局应该可以赢啊。我可以躲一个解武器。猛击哦！
行。行。没有炸弹了。准备。我就是正义，你已经攻击了。早喊了好险他没有变成爆爆模式哦，干，这样我应该要假设他没有解武器，这样还要打有解武器有点太难了。里面也是有三颗炸弹的。战战盾盟Oh my god，我就是正义。这个会叫一个幽光，可能不应该让他有这个余裕做这件事哦。笨猛蛟，他有斗殴啦，我也有斗殴。你根本不了解我的能耐。啊，对哦 ，fuck。其实我不知道那会怎么运作，就是啊，是抽牌哦，要烧牌哎。OK。我就是正义。没有的哦。我就是正义。他手上牌好少。没有必要打麦拉吧？是有机会跟他打疲劳的。搞不好应该干脸啊，右手还有斗殴，可能应该干脸，把他甲给拿掉。我就是正义。
我就是正义，我快要没有牌。我就是正义。我来改写结局。开机念号。啊，这样差更多。这样赢了吗？正义，风露锤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赞赞。